激光对接头的设定，来，你给吃你。下面是咱们激光的调节，然后咱们首先这个直边的话，一定要是大于40公分以上的才可以实现对接。然后首先咱们把板子靠到这个轴承和这个滚的上面，然后按下最下面这个键，然后咱们再把封面条给它放到这里，让激光扫描到封面条，然后再按下最下面显示 good 就可以了。然后它会检测到咱们封面条过来是有信号，下面这个小黄灯会亮，这样就可以了。